之前发了鱼肝油的开箱视频，今天和大家聊聊鱼肝油的用法。我们每周可以给老年鼠补充两滴鱼肝油，鱼肝油中含有 Omega-3 和维生素 E， 这些成分对仓鼠的心脏、大脑、关节、皮肤、消化系统都很有好处。但别喂多了，鱼肝油中的高胆固醇和丰富的维生素喂过多了也会中毒。希望你的鼠鼠健康快乐。